代表说他们 AKB 剧场到东京巨蛋剧，所以我就仿照他们。
对，二十八号陪人是台中中原到东京巨蛋的距离。哇，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呢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我们刚刚在看他们彩排的时候，就觉得他们的衣服真的超级可爱，尤其是这个蓬蓬的造型，我好喜欢呢、哦，就喜欢蓬蓬的感觉，真的。而且他们刚刚就是排练的走位那些，会觉得哦，你们好专业，一定练很久了吧？那你们主要的选曲有什么样的就是巧思呢？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呢。因为我们这次就想说，我们利用麦架来做演出，所以我们特地选了 AKB48 麦架，就是比较有几首歌来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。好，原来那这样的话，要不要来下拉票呢？拉个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228KN。如果喜欢我们刚刚的演出的话，记得要投票给我们哦。谢谢，你们要记得投票给我们哦，要记得投票，我没投困的回去。那喜欢的话，记得到投票给我们。这是第几组呢？你们来说。第六组。第六组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也要来欢迎我们的第七组。她是一位帅气又可爱的女孩。